6:36，这个奶酪，看，肤如凝脂，凝固的脂肪，这个煮上了，这个碗，大碗刷干净了，这盖也刷干净了，这都刷干净了，用这个刷，那个刷子坏了，用这个吧，这个头漏铁了，这也是天然的棕刷啊，植物的纤维，这之前是称鸡肉的盒吧，用来装香蕉皮。香蕉两根，我把香蕉皮这个里来门牙勒着吃了。不知道香蕉皮里边也有营养吗？是什么营养？不知道了。是含锌的，是含什么？啊，这个可以关了。隔壁老太婆马上就起床了。用这个套手关它，欧了，完事儿，完活，厨房都清理完了，这地也这样了，这个地被隔壁老头他们踩的这么脏，再见再见，完活，外边也天亮了，天亮了。